天哪，像外星生物！这个海葡萄呢，是我从泰国的网站上网购的，是昨天到的，昨天到的。我也没有冰箱，然后不知道它会不会坏，可能像海带一样，也没那么容易坏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尝一下这个海葡萄，要洗一下吗？我吃到盐味了，哇，好咸啊！哎，但它晶莹剔透的，好漂亮啊！好咸啊！我突然变成一个大咸菜了，这也太咸了吧！哇哦，海浪把我包围了，太香了！这是我第一次吃海葡萄，这么咸，可是怎么吃呢？洗一下。吃不了，太咸太咸，天呐，这应该怎么吃？要泡水，那我先泡上吧。哎呀，我天呐！太咸太咸了。它就是像那个橡皮筋一样，就弹性超级 Q。天哪，像外星生物。海葡萄先吃到这里了。